哎，文杰，你装哪里插座吗？我要给手机充电呢。等一下，外面下雨打雷，最好不要充电啦。在室内应该还好吧？之前就有一个小女孩啊，她在雷雨天的时候一边充电一边讲电话，结果触电身亡了。有那么可怕吗？那是不是一定要等雨停才可以充电呢？这我也不清楚，等下一起来问专家。